大众请起立，请合掌。礼佛三问讯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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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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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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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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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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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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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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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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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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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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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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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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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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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
陀佛，南无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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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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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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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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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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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
阿弥陀佛。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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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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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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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佛。大众请起立。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平等施一切，同发菩提心，往生安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有人说，师父念佛，我念佛心中打妄想了，我这样念佛能不能灭罪？我说照样灭罪。灭多少？灭八十一劫。那经文在哪？经文就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这样我们念佛啊，我们就欢喜了。不要以为这样念佛不管用。当然你能够非常专注的恳切的稳定的念佛，那当然更好哈。那么我们往往呢，特别在家人，那更不用说，如果你买个股票，现在股票跌了，现在股票都套死了，你心里边能够不挂念吗？啊，金融风暴来了，工作也没有了，儿子也失业了，事情很多，你念佛让你不打妄想是不可能的，你肯定东想西想。那如果说这样的念佛就不管用，那我们完了。想要那个质量好，像念佛要质量好，要如法，要标准，要清净，质量好的念佛也念不出来，质量差的也不管用，那你就不就完了吗？只要念佛都是质量好的，为什么？阿弥陀佛的质量就高了。你看看哈，我们拿钱到街上买东西，如果你拿这张钞票是伪钞，你拿的质量非常好，抓得很紧，花在手上都发烫，你能买到东西吗？因为这是假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就是随便捏在手上，这个钱是真钞，拿去买东西，那怎么样？人家照样给货给你啊。就不是在于说你，就是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拿的钱到底真不真？至于说你拿的姿势稳当，哎，是不是这样的拿，顶礼着拿，还是随便拿？你只要拿的是钱，那都要给卖货给你的。阿弥陀佛的六字名号，那是真金白银呐，黄金功德，你随便拿在手上，上面有吐沫子都没关系，都是质量，都是上乘的，都是百分，不是99.999%，是100%的黄金啊，就是黄金功德。所以我们每一位念佛，不存在什么质量好质量不好的问题。你要说念佛质量不好，那你就是诽谤阿弥陀佛。我们捧了一块黄金还说质量不好吗？
这块黄金拿在手上，哪有质量不好的？就是百分之百是黄金，你随便念，那这就是比喻。这个下品下生的罪人，讲罪业他比我们深得多，讲心不清净比我们更不清净，他念的佛就符合标准，这就是标准，阿弥陀佛定的，念念之中除掉八十亿劫生死之罪。灭罪什么意思？就像这个电灯一样啊，我们晚上打手电筒去黑的时候，说这个手电筒啊一定要好好打，认真打，打得放标准有质量，它才能够照破黑暗，这个手电筒卖不出去的，对不对？手电筒嘛，一按就亮了，它才能卖得出去啊。说使劲按，使劲按，按得要如法，要清净，它才能放光。这个手电筒还有卖得掉吗？说六字名号还不如这个手电筒，每天念，每天按30000遍，按到我现在心里面去妄想，它就不放光。我一按，按到我心里面清净了，啪，放光了。那是你阿弥陀佛搞了个半成品，给你还加工一下子。这六字名号你随便念，舌头一弹，阿弥陀佛，啪，对不对？这个手电筒不要说是你按着放光，就是那个小猫小兔，那个小驴子，那个脚它也不知道是手电筒，啪一脚踩上去，啪也放光。啊，不要说是个驴脚踩上去，就是天花板上掉下来一个泥块，啪砸到那个开关上，它也放光。不要说我们念佛放光，念佛机放到的地方念佛都放光，你信不信啊？我在福建走的时候，我有一次晚上搭车，哎，我就特别发现这个车拐弯的地方往往都有一个柱子，上面有红漆，在夜晚以后特别明显，一个柱子写南无阿弥陀佛。哎，因为我们念佛嘛，对这个特别好奇，后来才知道为什么这个急转弯的地方都是出过车祸的地方。那么出过车祸之后呢，就有所谓的冤死鬼，这个地方就会不断的重复的出车祸。那为了让人家不出车祸，就有善心人士就立一个石碑，上面写着南无阿弥陀佛，从此之后这个地方就平安。你说这六个字放那里没人念，就刻在树，就刻在石碑上，你说他如法不如法？你说他有什么清净心？你说他有什么质量不质量？刻在这个地方就能够渡冤魂。我们信佛就要这么信，阿弥陀佛的成品不需要你再加工。所以他称佛名故不很明显吗？我们再怎样的心不清净，我们再怎样的慌乱，再怎样的妄念多，再怎样的罪业深重，再怎样的烦恼，你比这个下下品的人，刚才大家说过了，我们看经从来不看下下品的，因为我们还不至于差到下下品，这是这样的，你比他还是强的很多。他这样的念佛是比人苦逼不遑念佛，如若不能念彼佛者，应称无量寿佛，如是智性命生不绝，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。这样的念佛念念当中都出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那么谁念佛不出罪啊？连一个石碑放那个地方，我们还说，你说你有口无心，有口有心，你毕竟还有一张嘴巴，那个石碑放那个地方连口都没有，他放那里都能够度众生，你说念佛怎么不会不灭罪？那个石碑放在地方站着，如果不能灭罪，那个地方出了车祸怎么能够把这个冤魂渡走啊？所以石碑放在地方没有嘴巴它都能放光，何况你还有嘴巴呢？所以各位啊，不要担心，你根本不用担心，你只要念佛你就能够灭罪，就能放光，就能度众生，就能往生西方成佛。所以我看到下品下生啊，我特别高兴，我就都赚了很多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前不了解净土宗宗义啊，都觉得白天念了很多佛，到晚上一算，打三盘一算，噼里啪啦一算，我今天虽然念了30000声，但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还不到10声，那么29990声等于就是打飘了。这一想真冤枉啊，真是，对吧？各位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情啊？现在这一看，哎呀，30000声佛号，每一声都管用，功德都不减少，就觉得赚了很多。哎呀，今天念30000声，一声都不少，每一声都灭掉八十亿生死罪，高兴不高兴啊？好戏还在下面，继续看啊！哎呀，我们为他欢喜啊！他就这么样就灭了八十亿劫生死之罪。讲老实话，我们也没那么高的觉悟，也是为自己欢喜。他嘛，倒已经往生了，他不用为他欢喜，只为我们自己。哎呀，连他这样，生生都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那我肯定也可以灭罪啊！所以呢，
再往下面看哈，临终之时，他就念了十声佛，每一声每一声灭八十一劫生死之罪，不是一般的罪哦，生死罪，就说明能够让他出离无穷无尽的生死轮回，到西方之成佛了。哎，现在临终了，见金莲花犹如日轮住其人前，看见一个非常漂亮的金光闪闪的发光的金色的莲花，金就代表呢纯净啊，代表不变不退，金莲花就是阿弥陀佛的正觉，莲花代表正觉，正觉花化身像什么呢？像一个金光，像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，就是光明啊。佛来了，这金莲花就是佛的本身，它来自光明的，是以这个莲花的形象的显示出来，住其人前，住呢就是安住在那个地方来接引他。这所以我们这个临终的人念佛啊，他有三个节奏，第一个灭罪，第二个见花，见了金莲花，第三个接下来如意念请，即得往生极乐世界，刹那之间。所以刹那说啊，一念清心入宝莲，这一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仰靠阿弥陀佛愿力，人人念佛，人人往生，人人成佛。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，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、持久、深远的宗派，至今已如海纳百川，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。